你在干什么啊，老板？我在用猪蹄养猪。第一份员工餐，挂好猪蹄。我头指头绳是吧？这才是养猪实锤。我觉得那个猪是那种存在完猪。少总，都是在给猪吃的。少总，跟梅山人民道歉，快点！现在马上跟梅山人民道歉。我以为他妈在工作，他是想在摸鱼。我他干嘛？他在工作。哎呀，还放不下。你就不能把他摆密一点吗？就不能举一反三吗？啥子东西要我来帮你弄是吧？多，你留着干嘛嘛？哎，快让一道。看一下会跳舞的饭团，没有？我也是说饭团的人会跳舞。那现在给你跳一个吗？老年 disco。红绿灯抢走，从里面抢走啊！饭团拿走，这还是热的呢，煎出脆皮了。这发型，这发型，大家都选好了吗？选好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太对不起，我跟你说。天哪，太亏了！我宣布 ，P 姐就是我的。P 姐什么时候是你的？你想得美。那个饭团跟我拳头一样大，我可以塞一个拳头，那我一定可以吃它。你先塞下拳头看一下。付费观看，好像一口气吃饭团。差不多得了。听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。握下手，握下手。为什么要给老板握手啊？牵手成功。哎，要离场的时候。胖子吃到好吃的就不会说话了。那我就再来一个好吧。红领里头抢个。妈，你们一群变态！我要吃带味儿的这个。你又得瑟。牛，表演个爆猪蹄儿啊！牛，我第一次看人吃饭团，这个我好想给他钱。这有一个，第一